艺术家提供国小的传统舞蹈表演下，建出社区的守护神。十二宝子，嘛替艺术家公所特别举办的社造联合成果展来解开序幕。公所这次就以着免应学者为主题，在这社区甲区内国小拢展现家己的社造的成果。亲像体感国小，除了十二宝子，搁做有光雕，将乌面蜡杯顶顶来做图样。嘛有社区妈妈利用着生活当中的素材，做出跨水的盆栽，甲多种的马赛克的拼贴，好美术创意发挥伫生活当中。啊，希望咱伫明年吼，啊，各侪单位、学校，也是机关，也是个人，都会当来参与咱的个社区营造。啊！把咱这块做好，把咱客家的美、的水，啊，迄个农产品，也是文化吼，当传承落去。无论是借由着社区的特色，也是传统，伫客家社造的成果展中，拢会使看到大家对这块土地的认同，甲传统文化基业传承。咱的新闻第五文，客家采访报道。